We are here in the 798 Art District of Beijing. Now, decades ago, the low rent of these abandoned factories attracted artists in droves, and now this place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entral hub of the Chinese art market, which is the most valued art market in the world. Now, forget about 798. We're actually here to talk about Superbadmen, a punk band from Beijing. Now, you might be thinking, punk? Art? What's the connection? Some guys were like, hey, let's take three chords, play them really loud and really fast. If that's not art, I don't know what is.大家从来好像没有聊过，就是做音乐我们要做什么风格，去一定要走哪条路线。我是一个就是不特别不在意风格的人。你一个新乐队，观众接受你或者是场地接受你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当时我们条件比较简陋，也没有什么小样啊，没有 demo， 然后也没有视频，然后去就跟别人说，哎，我们是一个乐队，我想演出，然后可能别人说就是不会让你轻易去做这些事儿了。今年大概演了有马上50场演出，对你的锻炼就是好过于排练，因为在演出更能让你的音乐有一个历练，有一个沉淀。中国人喜欢把摇滚乐玩得特别痛苦，特别不开心。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 don't care about my world, how bad things
的问候，总是让你有一些恐慌，因为你来不及思考未来是什么模样。洗衣机的衣服早就堆得很满很满，到底谁会把它洗干净就再洗完。人在成长时光总会有不同的感伤，本来没有打算给你带来悲伤，真的发生总有新的感觉，你找到生活的快乐，最后你总会属于自己，是一切都还好，但他们不会懂我们人生所经历的各种痛，他们也不会懂我们人生所给我的快乐，一切都还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一切都还好，我们真的在跟着感觉走，一切都还好，我们不需要他们这样做，一切都还好，我需要他们保持调度。时光总会有不同的感伤，本来没有打算给你带来悲伤，真的发生总有新的感觉，你找到生活的快乐，最后你总会注意就其实一切都还好，但他们不会懂我们人生所经历的各种痛，他们也不会懂我们人生所经过的快乐，一切都还好。